如果我是观众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已经去三趟洗手间了。女神需要。年轻人需要懂得节制。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，你问问他自己干什么了。陆思成，后台这么多人听着呢，你能不能闭嘴啊？后台大哥，这可不能放出去，我可不想再收到什么死蟑螂死老鼠，而且粉丝里面还有很多未成年人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2020决战平安京总决赛的比赛现场，地址双方分别是 ZGDX 和 YQCB。 那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-1，双方呢也是不负众望，打成了平局。接下来即将开始的就是今天的决胜局，天王山之战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双方队员都已经在电脑之前准备就绪了，紧接着比赛就要进入到 ban pick 环节。还是先搬玉藻前，玉藻前必须得搬，哀家一定要搬玉藻前。OK 童谣这个国服第一玉藻前看来还是有威慑力的。荒坟面临是也搬了， ZGDX 居然也进了一个中单，疯了吧，这都是想什么呢。紧接着 YQCB 这边则是搬掉了光还有面临器。哇，搬掉了面临器啊，这一手搬是真的杠。对，还有暗花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是 pick 的环节，来看一看说杨晨。杨晨，这样的是谁呢？第三局开始了，你看不看呀？老猫，慈母童子可以吗？好。老 K， 给小胖选黑童子。好。泽磊，我选九吞吧。可以。江皇，你用什么？帮我拿白狼，可以稳一点。好。可以。陈哥，这把可以选这。帮我拿那个万年竹。好的，我们看到了双方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选择了。是的。YQCB 这边呢，上单是选择了一个九吞童子，爆发还是非常强力的啊。中单是大天狗，打野是万年竹，辅助一木莲，射手是白狼，整体看起来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组合。没错。那 ZGD 这边呢，除了 Smiling 还没有确定最终式神，其他的四个人呢都已经是确定好了自己的式神了。可以看到老猫这边的上单位置是拿到了一个对面九吞童子的 CP 是慈母童子啊。对。打野那边老 K 是夜叉 ，Chaseman 射手位是拿到了阵，而小胖的辅助是黑童子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 Smiling 到底会拿出谁呢？小胖，给童谣选鬼切。鬼切！哦天哪 ，Smiling 竟然是拿了一手鬼切呀、啊！上次 ZGDX 战队对战 YQCB 的时候、，Smiling 就是拿了一手鬼切。是的，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上一次好像是输了呀。没错，我猜今天 Smiling 啊，估计是想报这个一箭之仇。对，我觉得 YQCB 这边也是这样想的。你看，所有的队员脸色都不是太好看、他们估计在想啊，说，哎呦。你干什么呀，我都费尽心思搬了你三个式神了，你又拿出了一手鬼切跟我玩套路，我打的是个假决赛吧。是真是假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好，大家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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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Smiling 的鬼切被艾佳压得有点狠、我这可以抓红瑶。OK， 中路我来了。哎，而且叉豹也来到了中路，准备干他一波了。中路这边现在气氛有点紧张啊 ，Smiling 现在是躲在塔下，被艾佳打得不敢出门。是啊。红瑶，这波换我来帮你吧。来，老猫。你们俩小心点。OK， 我上。哎，而且叉豹上啊。Smiling 交三技能位移到艾佳脸上 ，Smiling 被控，老猫及时冲出，配合 Smiling 秒杀艾佳。叉棒想换 Smiling， 被 Smiling 顺步拉开距离，老猫及时秒掉叉棒，灵活二、漂亮 ，nice， 哎，加叉棒抓童谣不成，被老猫童谣反杀。来，我们打一波十局。好，不过眼下 ZGDX 领先对面两个人头。哎，我们看到他们在打十局了。好，十局也被拿下了。如果我是观众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已经去三趟洗手间了。女神需要。年轻人需要懂得节制。
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，你问问他自己干什么了。陆思成，后台这么多人听着呢，你能不能闭嘴啊？后台大哥，这可不能放出去，我可不想再收到什么死蟑螂死老鼠，而且粉丝里面还有很多未成年人。你笑什么？对面在打大神，你还不过来帮忙，我死了谁为你遮风挡雨啊？来了来了，一天到晚鬼叫鬼叫。来看这边，老这局打得有点久啊，担心我哥的手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再等等，准备。上上上、啊！上了，老 K 冲过去了。就在 YQCB 要打掉大蛇的最后一丝血的时候，老 K 从草丛里冲了出去。乘胜追击一波。这煮熟的鸭子飞了呀！看来这插板气得不轻了。杨神呢？他不看吗？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他能打这么好，我也算是从小组赛看着他一直打到总决赛，然后看着他现在在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我也很开心。这真心的，虽然放在一年前，我打死也想不到他会以对手的身份来跟我握手。便宜了成哥，唉，那毕竟是成哥嘛。我要是个女人，我也喜欢他，没毛病，真的，真的真的真的，祝福他们。那酸肯定也是要酸一波的嘛，毕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这徒弟奔着冠军去了，那师傅却被淘汰了。但是祝福还是主要的。本场比赛呢，已经来到了50分钟，就是传说中充满尿点的膀胱局。此时采访一下我们有手伤的陆思成，你的手疼吗？还行，就是打了这么久，如果输了会很不开心。我不行了，就算想到这是总决赛，就算想到世界赛的门票，就算想到可以公费出国旅游，我还是不行了，我太困了。哎，刚真啊，我也好困，我生涯比赛打的超过40分钟的局，一只手能够数过来。现在赢比赛靠的绝对不是实力，是意志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再坚持10分钟，这把打输了我心态得崩完呢。下把谁上了我不管了，反正最后死活就一波。来胖子，唱首歌来，战歌起，1、2、3。来呀造作啊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这是什么操作啊？来呀爱情啊，反正有大把欲望。来呀流浪啊，反正有大把方向。来呀造作啊，反正有大把风光。我可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梦寐以求加入的 GGDX 的战歌竟然是这个。你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在队友风情万种的歌声中开大进团吧，你说呢？进团来了，上上上！ GGDX 带着兵线冲进了 YQCB 的高地，强行逼塔。YQCB 这边能守住吗？开打了，开打了！双方战况激烈啊！小胖，你和一下，和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顶，我顶，来来来，没状态，往后撤。你先秒 AD， 陈哥，你注意你位置。好，追上！这时候 Smiley 被小黄激活，打到残血，直接带走。哇，这时候不得不夸一下教皇这个世界级 AD 临危不惧的实力了。插吧，大侠，教皇大侠，陈哥收割呀！交给我。插帮残血被陈子们收割。哎，小黄被庞叔被秒掉了，陈子们还在输出，能点掉教皇吗？漂亮，教皇也被秒掉了。漂亮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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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继续。不行，我残血了。哎，陈子们残血，艾佳抓住了机会，收割。加油！